我还是生平第一次这么靠近火山呢。岩狼山是艾斯加大陆上规模最大的火山群，因为火山口很像发光的酒杯，所以又被称作岩狼的圣杯。按照凯伦的说法，火之神殿的入口应该就在附近。 到这里了，是那可怜的丫头告诉你们的吗？虽然是要被丢弃的破烂玩具，但最后用它演出姐妹相残的戏码，铁定非常精彩吧？<笑>还喜欢我的安排吗，艾斯翠德？在他死前。 你们有好好欣赏过他那双比绝望更深沉虚无的眼睛吗？很遗憾，你的诡计并没有得逞，克菲尔最后解救了凯伦。那真是太……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把一条条生命彻底玩弄以后，再无情的杀害，这么做。 你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好玩吗？<笑>待在这个每一秒都让我恶心到不行的世界。嗯，这个神经病加变态。嘎嘎呀，巴达呀！阿米就巴达呀！他们说激怒山里村的罪可是很重的，今天。 他们要你血债血偿。哦，是吗？那也得看你们有没有本事了。舍我其谁，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找别人吗？哎，真麻烦。 有钱好办事，为了保护得来不易的和平。
还是先撤退。这么难缠，小看我身后这群人的意志就是你的致命伤。意志？什么意志？我们换了一个又一个世界，遭遇到一群又一群，然后我们再踏过这一群又一群的尸体，被那家伙像旗子一样。在我虽然很讨厌黄那家伙，但有件事，绝对的力量才是这世上最重要的东西。弱者，你们这些下等物种竟还敢在我的面前搞这家伙看起来是彻彻底底的疯了，我就让你尝尝凯伦承受的痛苦是什么样的滋味。呀！哼，这结果算是便宜他了。走吧，得赶快找到最后的火焰之石。你们总算来了，花费的时间比我预期的多了点。黄，你已经取得火焰之石了吧？未免你们死得不明不白，害你们交手之前，我想说个故事。我想，你们之中应该已经有人猜出我们的身份了。一千多年前，在两晋大战中，有一支来自异世界龙塔的种族，他们就叫半龙族。没错，我们半龙人就是从异世界来到。不过，异世界是你们艾斯家人对他的称呼，他真正的名字叫做拉洛亚。你们应该相当清楚那场大战的最终结果吧？
那时大英雄尼雅率领瓦尔克利和异世界的联军，打败企图同时吞并两境的野心家毕纳维基。这故事我可是从小听到大的呢。的确，在那场大战所赐，拉洛亚也曾经度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岁。一名叫做阿玛吉尔的神秘人物，却让整个拉洛亚陷入空前危机。他只身一人，凭借着一股可怕的黑色力量，只靠一个人就征服了整个世界。不错，他利用身上分裂出来的黑物质，控制并夺取生命能源，让阿玛吉尔吸收。法雅尔那家伙花了那么多心血想掌握黑物质的秘密，却不知道这世上除了阿玛吉尔，没有人能控制黑物质。后来阿玛吉尔发动了连接其他世界的魔法阵，让我们成为他的棋子，替他夺取更多生命能源，进军其他。原来让艾斯加大陆的人民感染黑物质陷入恐怖威胁的始作俑者是他。我有个疑问，希望你能够回答。哦，临死前的愿望吗？我倒是很乐意听听。在暴风峡谷的时候，你们明知道克菲尔拥有大地之石，但你们却没抢走它。你们应该也知道克菲尔可以使用一种能净化黑物质的不可思议力量，照理说它应该是你们计划的绊脚石，但你们却始终毫无动作，仿佛在等待着什么时机。虽然你声称来到艾斯加大陆的目的只是为了夺取这个世界的生命能源，但我觉得你们一定还有其他企图。回答我，你们到底还隐瞒了些什么？为了得到克菲尔那能够克制黑暗意念的力量。得到克菲尔的力量？难道你打算利用克菲尔向阿玛吉尔复仇？复仇？可是异世界，不，拉洛亚，那里的人民不是你的同胞吗？哈哈哈哈，他们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我要的是力量。为什么阿玛吉尔可以拥有控制整个世界的力量，而我就必须成为他的棋子，任他差遣。我要超越他，打败他，然后彻底的被迫臣服阿玛吉尔的漫长岁月里。我一方面帮助他毁灭各个世界，另一方面我也一直在学。当克菲尔驱动那股白色之力时，我突然意识到，或许我已经……难道你打算夺走克菲尔的力量？接下来我打算怎么做就不多说了。不过如果你们能够击败我，我可以考虑。现在的我们已经不像在暴风峡谷那时候一样那么容易就束手就擒了。皇，你听着，只要我还活着，就不会让你靠近克菲尔半步。很好，就让我重新检视你。神，我要一个一个回家找你，找别人吗？为了保护，没问题，有钱好办事，一个和平。Thank you.
想不到用了两件圣物的力量却依然败给你们，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之间的情势一下逆转？原来如此，从刚才我体内的黑物质就一直被莫名的力量压制住。我想的没错，能够面对他的人，我们真的打败他了吗？有点叫人不敢相信。克菲尔，你没事吧？我没事，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好累，也许休息一会儿就会没事了吧。可能是刚才的战斗让你负担过重了吧。各位，我们终于成功了，四件圣物全都收集完成，这么一来就有机会解决艾斯加大陆的危机了。那么一切就到此为止了。什么人？你们是女帝直属秘书部队奥集团，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大家，李欧娜，你在做什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李欧娜大人，你做得很好，相信女帝会给你很丰厚的奖赏。我是瓦尔克利军人，对女帝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并不是为了什么奖赏。哼，省下你的废话，赶快回去复命吧。李欧娜，李欧娜。